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王柳毅，我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王千毅。通过闪亮的馆藏，希望和香港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在巴黎奥运会备战周期的故事。2024巴黎奥运会，我们会全力以赴，争取最好的成绩。期待你们的加油助威！闪亮的馆藏快将推出，敬请留意。